什么情况呀？你没打电话来说一下。其实他昨天带着下班以后回来过一趟，浑身都是伤，可能今天要休息吧。受伤是我让他受的吗？招呼都不打就旷班，我看他是干到头喽。 你好，上古支持部。你是不了解这边的情况。我既然站在这里，金刚狼钢铁侠，哎，太酷了，有没有？就算你是用苦肉计，行呢，这才叫有勇有谋。He is the one.